有感情，对你很信任。另外我也注意到小葛今天到了复合天使现场说的第一句话，我来是为了孩子，不那个单子也没用了，现在就说钱我一毛钱不要。你自己心里有一个对于想要孩子的这个计划吗？譬如说孩子是给他还是留在你这儿？留在我这儿。你希望自己带孩子？嗯。然后你希望每个月他付给孩子多少抚养费，这些你自己心里有一个计划了没有？没有，我们来就是说我来这个节目就是说没有要求他什么。再说在老家我也已经起诉过了，就是说我只要孩子什么都不要，一毛钱都不要，什么都不要，无所谓，只要能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就好。什么都不要。葛燕好像是死了心了，想要跟你分开，还是为了那个男的吧？可能我希望他能把那个男孩的事情给我解释清楚，因为他回家也恐吓我了，那个男孩恐吓我了，那个男孩。另外一个男孩恐吓李先生，在听到葛燕决心要分开后说出的这句话，难道才是葛燕离家的真正原因吗？如果事情真如李先生所言，那么这个男孩是谁？葛燕又为何要恐吓？